有网民日前在将军澳居民群组发帖，表示得知疑似被踩点，而指厚德村其中一座楼宇有陌生人上门踩线。楼主话一个陌生男子在凌晨时分按响单位门钟，当他问对方目的嗰阵，男子唔出声，转身就走咗去。他认为事件可疑，所以分享到网上呼吁大家小心，多啲留意下。有同区街坊睇到贴文表示，自己单位门前都曾经离奇出现烟头，但家人同埋邻居都唔食烟。有网民就建议，如果实在担心，可以安装智能门钟，有咩事都有证有据。